男性几岁开始睾固酮会下降？一般在男性30岁还是40岁之后，睾固酮激素量就会渐渐下降。30岁，我听说人在30岁就开始走下坡。你不要得罪这一票人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那我应该已经在谷底了吧？就是身体机能会没有，不是没有那么好，伤害是已经造成了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